就是其实还蛮自由，你知道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节目已经开始了，真的假的？对，节目已经开始了，有那么自由？非常自由，非常自由。现在甚至就是你看，连制作人都在坐在里面，然后想说啊，反正我的主持人等一下就来了，那我们在那边等一下好了。我觉得真的是比较管到。其实你应该，你刚刚看到国栋，不是国栋，国栋弟弟啦，童生。我知道童生。对他刚刚就是一进来，他说他打快打，然后他在隔壁棚快打的节目，他打到现在还没进来。他是不是不想进来了？我觉得比较起来，应该是快打对他来说会比较有吸引力。真的假的？还是我今天我不 OK？ 没有，你今天非常 OK， 我个人看到是非常 OK。可重点是，哎，你看他们很贱哎，他说你才是我丑。什么什么？我跟你说，其实我跟你讲一下，你讲节目外有个计划。怎样？就是你刚刚做功课的时候，你应该有发现到，就是我很认真做。对，你有发现到，其实他有个哥哥啊、哦，比较红的那个。对，比较红的那个。对，你讲对，你讲对。我在哪会被打、啊？不会不会不会，他应该很开心。我跟你讲，我超多朋友都是统神的那个粉。对他身为国栋的弟弟，没错。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有个计划叫做“鼻涕大师国栋张国华召唤计划”，就是今天只要抖内的金额只要够了之后，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召唤国栋来这边当主持人。此刻吗？没有，瞬间吗？就是也没有瞬间，就是下一集你看到的就不会是统神了。真的假的？你会发现这边是国栋，然后那边基隆东，然后这边来宾是统神。那我也很想来。你也想来是不是？没关系，你就来。因为我告诉你，我真的很想要看看国栋本人。你知道我看国栋的台，我觉得国栋应该会比统神还要更配合。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讲。你跟我超多朋友真的都是。假如今天同神唯一信仰，真的假的？唯一信仰。那你那些留言被灌爆，你那些粉丝应该是，你那些朋友应该是很久没有看国，没有看张家良的台。真假？因为毕竟国栋还是比较红。啊、哦，我别的。哦，没有别，你在这边。好，我憋一下。对。今天只要抖内金额破100万，我们就把张家良换了。耶、yeah.。我们就换国栋来主持节目，没关系。哎、欸，欢迎金永东，嗨，还有国栋的弟弟张家航，嗨，终于来了。我们要走进来的，你讲都不行。你说你是你要讲那个，不要讲那两个字，避讳。为什么国栋弟弟很合理、啊？没有，他这是伏地魔，那个字不能讲。对啊、欢迎我们这个台湾第一实况组这个张家航张先生啊、哦，我来了。国栋吧，人家20000多，你多少人啊？我那赛程不跟你讲过那个人数给我买的吗？你哥花那么多，国栋花那么多，你在小心被告啊！我们说、哦、我们可能嘛，对不对？有机会嘛，对不对？都有可能的。我的麦没有了，别要开机吗？我现在已经开机吗 ？Test 1 2 3，都有吗？好了，都有，那我们开始吧。没有啦，刚刚我在那个有台打那个快打，然后都不想来了。对，然后重点是。因为我玩那个游戏有个问题是我什么都可以，可是我就在 CA 转不出来，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刚刚要打一个对手，我就说我一定要让 CA 把他弄死，结果两次机会我都没有发出来。他听不懂什么是 CA 的大绝招、啊。大绝招，大绝招，大绝招。对对对，好，好，没差了，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啊。反正那种东西就是我一练起来就是虐菜了。好，听懂。好了，哎、欸，聊天室有为什么今天又有耳机、啊？我给你看那个教东，你先看一下，你看你念一下聊天室，他在讲什么？哇，基隆东蛮帅的今天。对，一堆人在洗那什么什么傻屌包地什么的，你再念一下。傻，不然你们在我的台洗就算了，不要来这边败坏。我们这边是高品质的节目啊。高品质，你有看到吗？有看到，有看到。我要看一下我的。我蛮喜欢的。什么什么啊？我有点忘了，你要念一次什么？这不是国栋的傻屌包地吗？怎么这样？受不了讲话就是实在啊。好了，那我们哎、欸，我没有那个。那个？我没有弄到。哎、欸，制作人，制作人，我已經你知道我之前上节目，然后很多人都说，我家在到我粉上留言说我对制作人很不尊重，所以我们现在对制作人尊重一点，他节目的制作人、啊，你现在只是一万出，你真的要尊重一点，是20000多的。哎、欸，威力哥，我那个吗？就在地上，我那个 round down 啊，麻烦了，介绍一下来宾啊。好，谢谢谢谢。大家，我刚才看到有人说我谁呀、啊？曼蒂谁呀、啊？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我今天很冷，没？话说曼蒂，
你们两个，我一转过头过去，发现你们两个的 skin 的蛮像的，你们干嘛要戴那个啊？不是，因为天气真的太冷，因为我又不一样，我而且你戴的是一般的那种毛毛啊，不是，你戴的是后面还有一圈的，有一颗球，没有，这个是我老婆的。哦，那为什么后面会有那一颗球？我老婆怎么知道？这是扁帽吧？这是扁帽吧？有感觉，有感觉。OK 啦，那我们今天欢迎我们来宾是这个曼蒂。嗨，大家好 ，Mandy， 我是曼蒂， Mandy， 我是隔壁台主持人。他那是写什么？写什么？我先忙一下。给了丝瓜蛤蜊白澳什么意思？什么什么东西？哦，制作人在不开心，不用理他啦，完全看不懂。不是，他那个应该在他那个应该在酸我说，因为我老婆昨天去买那个热炒啊、嗯，然后去楼下买热炒，然后我买上来的时候，嗯、然后他就去玩游，他玩电脑，然后我想说，嗯，怎么桌上忽然间有东西吃，我就把它吃光了。然后我老婆就贴张照片在那粉砖上面说。丝瓜蛤蜊的蛤蜊都是空的，被我吃光了，没什么啦。你全部都吃光了。你为什么只吃蛤蜊不吃丝瓜啊？丝瓜不好吃啊。啊，不是啊，你晚上不就冰棒狗？你老婆不是很痛苦？有吗？蛤蜊也还好吧。蛤蜊冰棒狗，你不知道？可我蛤蜊，我蛤蜊是一次可以吃大概40-50个、50个那种、欸、你是把它当药在吃是不是？我觉得蛮好吃的啊，蛤蜊，而且我觉得蛤蜊你一个一个吃没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你还要。一次集3-4个在吃，你就嗯，吃的小好吃，不能直接一个一个吃、喔。大颗也很好吃、欸、不能直接一颗一颗吃。不，一般人都是一颗一颗吃嘛，一般人、啊、我都一颗一颗。可是我觉得一颗一颗吃那个肉很小，哦、我就是弄一弄，就是比如说蛤蜊拿来，然后弄一块，拿一个弄一块弄一块，然后3-4块，然后一起吃，然后配饭就觉得嗯，好好吃，可以，特殊的想法。好了，那个威力。那话说我们之前那个企划还要进行吗 ？Mandy 不是 ，Mandy 是隔壁台主持。对，我是隔壁台主持人。好了，不然我们先问一下 Mandy 好了，你是学生天团风音乐的主持人。对，哎，那威力来了，你等我一下。我们之前那个活动还要继续进行吗？那个鼻涕大师的那个活动。有下活动。啊，我们现在我们有活动吗？鼻涕大师，因为你知道国栋现在的下马已经比我高了吗？高很多，你跟他怎么比啊？哦、我现在你早就过气了。他现在我这个其实不太方便在节目上讲。可是我跟你说，现在统神价码只是国栋的零头而已。也没那么夸张吧？哎、欸，我跟你讲，连我自己不看 low 的人，我都很爱看国栋的厉害、欸。我也是哎、欸。因为你知道什么？国栋好像真的很红、欸。我很喜欢听，你知道什么吗？我很喜欢听他讲屁话，他完全都在讲屁话。他可以把一个屁话讲大道理，讲的跟真的。要不说，哇靠，你攻击没屁话哎、欸！那句打到他鼻梁，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像那个为什么？这是打断还是鼻梁让、啊、你记忆犹新？都很真的，一个两个动词打断，这个一个打一个断。一个招式，他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不会玩 low 嘛，是，啊、我真的是有时候无聊在 Twitch 上我要看做事情的时候，刚好看到他的台，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他都会讲那些反正我听得懂的，然后他也不是讲游戏的，反正就蛮有趣的讲屁威，好啦，那个反正计划要进行嘛，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大概差多少？哦，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我们现在大概只目到你的薪水而已。哦，那还大概差个五六千呐、啊，大概差个5-6千。好、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包弟跟包兄的一个合作啦。就是大家假如说有余力的话，可以尽量的这个抖内我们这个节目很有意义的节目，你不觉得吗？嗯，会看。我看完你麦卡贝的节目，你有看过几个？因为是我们那个礼拜六的那个主持人嘛。那、啊、你有没有看过别的节目？别的节目我看过那个 music 那些事。那还有别的吗？你们的我有看过。那还有别的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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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别的木曜四，他别的叫做单元，对，我们这道节目哦，什么意思？没关系，不要现在反正其他都是、哦、其他都是些过气的啦，我们这些都是现在这个比较有名的啦。真假？其他节目嘞？那我们节目嘞？那节目是什么？六探。探哥，探哥，不好意思，目前我知道麦，好，算了。没有、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节目很久又有一段时间了，没有那个音乐的这个歌喉。你还记得我们前一次吗？蛋卷啊，蛋卷那个真的是，你知道蛋卷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唱歌电竞界的张惠妹，很好听，你知道？对，电竞界的张惠妹，跟他一样，他也是电竞界的周杰伦。哇塞！你等一下跟他愿意跟他，我听过他唱歌、啊，你等一下愿意跟他合唱？那你觉得我的歌声怎么样？不得了，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惊天地泣鬼神。OK 的，惊天地泣鬼神。好了，哎、欸，今天有没有让他们两个唱歌啊？威力，对啊，哎、欸。话说今天怎么那个吉他手没有来？对啊，今天没有让他们两个唱歌。今天没有吉他手是怎样？清唱。上次对我是电影系的。上次是唱歌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有吉他手暴怒。不是有一些人来楼下敲门。
道查水表，他觉得这种东西已经超越生化武器了沒，所以我们这次就是稍微狩猎一点，所以我们就放音乐让美女唱，然后你两个猜。哦，有音乐啊，猜是不是？好，用音乐。下面一堆 gay 就知道，你平常就立马要跟乱。好，好，那我们可以。哎，我们先听听看你的作品好了。好啊，好啊，就先听看。这是你在礼拜六节目的作品吗？啊，就是因为我平常有在写歌，然后就是我自己写的作品。哇哦，写歌来着。作词又作品，作曲有吗？作曲也有，作曲也有。自己拍 MV。你作曲也是自己来吗？自己偷偷打广告。可是那个作曲不是要很多乐器吗？什么什么？哦，我就用哼的，就跟你唱歌那种感觉很像，用哼的哼出来一首歌。哦，懂你意思了。嗯，那这样子曲就是没有真的曲的意思，对？他有啊，有啊，有曲。那你曲哪一个？就算今天随便一个，哼哼一样啊，这都有节奏的啊。那你把那个节奏去刷出来就好了。可是因为现在我听说不是很多像日本那边的动画或什么，他们的作曲是用那个软体做的嘛，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有这个？哦，没有，还没到那种境界。好 ，OK， 那我们等，我们先来听好了。好啊，听一下我们这个曼蒂的这个，这是什么作品？叫什么？这哦，我哎，我不知道他要播哪一首哎。你不知道他播哪一首，所以你点了很多首。没有，他给了很多首。那你选了哪一首？什么？你要选哪一首？他讲不出我的歌名。幸福的重量。不是，不要，想爱的不是什么24格？一秒24格。对。好，那怎么样？要搜寻是不是？没有，我们直接下载下来。好，来，那我们这个一秒二十四格。自己拍的名。OK。自己拍，这怎么可能自己拍？这也是有个人帮我拍。对啊，那你这个，哦，我看一下，就像导演这种东西，他自己导演的意思。的概念，懂你意思，懂你意思。哎，这个是你家楼上顶楼吧？是不是骗我？这一看就知道你家住电梯大楼啊。在我家楼上啊。这一看到电梯大楼。我家下面还有捷运。你知道会不会有点危险啊？你家前一个画面，前画面好像这个画面有点危险哎。我为了要拍好看。哇，好啊。那应该没有整个听完吧？我自己平常听的是有点腻，哦，因为我在写。可是我听到有那弹那个吉他的声音啊。哦，因为就是先哼出来，然后做出歌之后再把它录起来。懂意思了。我跟你讲，他给的已经是曲，后面那些都编曲。对。应该不会听完吧？我平常真的是听太多次，听到都不想听。蛮难往上口的话，一秒二十四格啊！第二首主打是幸福的重量。有人说下一首可以接蛋卷的歌吗？怎么统神竟讲一些废话？然后那些我说我讲一些废话，要不然怎么样啊？不用先介绍一下来宾是不是？我觉得很奇怪。你不要被激怒，他就是希望国栋来，你走。哦，我不要，我要忍住，我要待在这里，我就坐在这边不动了。对，没错，你不要中计。哎，刚刚那首叫做一秒二十四格。对。那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一些歌词，什么轻松什么，可是我真的不太，因为中间一直有人插话什么，那个字什么意境？哦，他是在写，因为我是电影系的学生。对。然后他就是在讲说，我读电影系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拍电影酷嘛。对，拍电影。拍电影就有一种。我比较喜欢日本的。啊，你。就很酷，日本电影 OK 的，好，动作片吗？对，类似库斯拉啦。好，那你那个电影的那个，比如说词曲啊，词是什么含义？哦，就是在讲说拍电影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哦，一秒二十四，人生不像是贺岁片，贺岁片就开开心心过年刚结束，所以你有去看过李安主导那部怎么战争的，不是战争的那个比利，有看，可那不是说全台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吗？我就是去哪家看。哦、那看那部电影要多少钱？看大概六七八百。对，因为我觉得比较贵嘛，听说比较贵。那我想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还蛮好奇的。哦，我感觉很像是，就是很像在玩那种实景，就是很像直接在电影里面。不是，因为我之前想说，你都拍电影很辛苦嘛，我想说。因为他主打的，我记得那个李安主打的不是说什么超高画质什么全台只有对，全台只有一间戏院嘛，对不对？然后那想说。我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看。对，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只有在那个金站那个华纳微秀才有嘛，对不对？不然说我一定要去看。结果我一上去的时候，先看他有什么人。他说帮你跟国栋说，不要整天直妹不开台。OK， 你哥很喜欢泡妞。
假丑 boy 啊，好，假丑 boy 啊。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上，我那时候从那个滑浪位就坐上去的时候，对不对？然后我就很紧张，我说我要看这部，我一上去，他说票价什么建议售价什么700-800，800多，对。我说好吧，那我看那个，我就去看另外一部什么什么什么，哎，什么怪兽与他的产房啊、不是产房啦，什么产房？怪兽与他的产地啊，我记得讲错。所以大家那部电影完，那部电影我还没看过。他是说全世界只有四个地方可以看，然后台湾只有一个地方。对，很屌哎、欸。对，就只有很屌。不，我听你这样讲，就知道你也一定没看过嘛。真的，真的，真的，一部电影拍的700-800，那么贵，谁要去看啊？不是这样哪，他哪划算啊？真的。我讲错。好，那你平常除了好，你平常除了。欸、你不要给国栋弟弟给我改掉好不好？看到一抬头看到那个很碍眼。你不是他弟弟吗？哎、欸，有道理哈。哎、欸，对，我们也不要有什么心理作用嘛，就他弟弟嘛。他确实比较红啊。好， okay, 忍住，我们沉住气，以后再跳更高。Okay. 忍住。好好好。那个沉的浅，沉的深才能那叫什么？跳得高、啊，跳得高，跳得高，跳得高。我想问，我想发问，是因为国栋很神秘吗？ Okay. 对啊，蛮神秘的、啊，蛮神秘的，蛮神秘的。就是你老木啊，哪里神秘耶？蛮神秘的、啊，你知道他会在那个各个实况台或各个节目出现，就像我们现在在播的，他其实也在看，他其实也在偷看，他其实在偷看，对，他其实也在看，他有在觊觎这个位置，他其实都会去观察，也会去聊天，增加自己的养分嘛。他其实也常常也在自己说，其实那个同事我弟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开那个什么电台之类的，有时候这样子。但我有看过，就是因为我朋友说是有什么国栋电台哦，之后有吗？应该会有，这个就会收了。但没有，等我们这节目要收，应该快收了，不会啦，因为还没到，他就死赖的不走，不然他其实。想就要早点走了，我要说要变国栋电台的。不行。好，那你平常除了唱歌以外，你还会干嘛吗？我还蛮喜欢，就是看电影啊，然后我最近还蛮喜欢玩那个《恶灵古堡七》的。嗯，超可怕的，那个真的蛮可怕的，那超恐怖。你是玩 VR 的还是没有 VR 的？没有 VR，、啊、没有 VR， 没有 VR 还好、啊，但也很恐怖哎、欸。有 VR 的你真的会恐，那你觉得那个结局怎么样？我没有玩，我还没有、欸。你可以不要讲吗？我要玩。你家破到哪里啊？我现在破到，我也不太懂。对，你家破到哪里？啊，可是你那让我讲剧情可，没事没事，你先讲一点，青青讲你我讲一下我到哪里嘛。干青青是谁？青青，干青青，干青青。对，干青青是那个 LMS， 就是今天有在打比赛那个女主持人，那不要管她。哦，那个 low 的啦 ，low 的。然后你再讲、哦，然后你破到哪里？没有破到，就是她妈妈要来找女主角。哦，在。他妈妈那个，对他妈妈，就是他那个古房子里面有一家疯子哦。对，你不要雷了，我还没玩呢、啊。没关系，反正就是简单的说，他妈妈来找他嘛。反正简单的说，恶灵古堡就是把先杀他爸爸嘛，对不对？对。再杀他妈妈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然后再杀他全家嘛，对不 对, 对 ？OK 的，我了解。你知道那个，你知道哎，建、欸、东你不用捂着啦。你知道像这种恶灵古堡系列，你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事吗？就是你基本上是没有队友的，因为那个警察我有玩恶灵古堡啊，那个警察对不对？都是等你破完案件他们才会到的。我以前所以基本上你是没有队友的，然后你就是看到谁你就杀谁就对了，看到谁就杀谁。七代没有僵尸吗？啊、他就是他扮哦，他会突然变成僵尸，他会突然。不要再讲了，因为跟以前的玩法不太一样。以前不是说就是僵尸了？没有没有。你有玩过以前的《恶灵古堡》吗？有，可是他比较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而且超级精致的。OK， 那可以玩看。我用弟弟滑起来，他妈的！哦不，我不，我没有没有没有。刚刚那我没讲。滑起来不是你的词，干你屁事啊！真的受不了、哦。我们现在是统神电台，好不好？要讲一些统神的名词，踢起来，踢起来，滑起来啊！随便啦，那个。我们明天怎么下周就是情人节了，拜托，情人节没有几个人会过，好不好？你家建东应该没在过情人节吧、哦？我会啦，我会。你会？那曼蒂你会吗？你会过情人节吗？我应该会开直播做巧克力耶、欸。做巧克力好专业哦、喔。我们这样问不正确。对啊。你上次过情人节什么时候？上一次过哦。真正跟另外一半过情人节什么时候？应该就去年的今年二月，去年二月吧。去年还存在，去年二月三月，去年暑假就掰了，直掰二月三月就掰了。你们知道一年到底有几个情人节吗？因为我记得二月有一个，两个，三月也有一个嘛。三月哪有情人节？白色情人节啊，有啊，我记得。那个哪算啊？七月有一个，你知道吗？一个是女送男，一个是男送女啊，我记得。二月十四女送那个男送女啊，三月十四女送男，是这样算啊？你这样算三月那个应该没有白色情人节算哦。那七月那个是什么情人节？七夕啊。OK OK。女生的话应该是每一个都要过的概念。OK， 还好我是每一个都补过。
不要过那种西方节日，你们都进入了那个迷思了，什么圣诞节、情人节什么的。七夕怎么办啊？七夕是中国的节日、欸，七夕拜拜啊！日本的拜拜，情人节拜拜，情人节拜拜啊！说啊，这个早点换下一个、啊，没有？好啦，那我们这个下一周情人节，那我觉得比较想聊的是，我们好像2月11号是元宵节嘛？哦，元宵节，元宵节现在元宵节有放假吗？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过到，我现在已经过到有点昏头了。元宵节就明天，直接就是、哦、元宵节是明天，这已经10号了，没有错啦。啊，我这。日子真的已经过到昏头，那明天礼拜六啊。对啊，但你们元宵节有什么计划？元宵节现在在做什么？元宵节我明天要主持啊，我明天要去那个麦卡，就是哦。那元宵节都在做什么？都在做什么？就吃汤圆吧，还能做什么？元宵节说吃汤圆，猜灯谜，我知道，猜灯笼啊。提灯笼，我会给小孩子提灯笼，但我明天应该比较没空，我明天要去比赛，这样好无聊哦，怎么跟我小时候过的差不多？我小时候以前去那个猜那个，他们那个比较灯谜嘛，那叫什么猜？那灯谜啊，那叫灯谜。好，就是以前去猜，然后我发现是每一年就题目都差不多啊，那差不多题目、啊，每一年题目都差不多。然后小时候很喜欢去那个，他们有那个灯会，你知道吗？对、啊。然后因为他灯会的时候会旁边会有一些卖一些那种小的那种灯嘛，然后买在那边，哎、欸，好高兴，好高兴。然后回家，因为那种东西纸做的，你知道，很容易就是坏掉。对。然后坏掉的时候想说也无所谓。然后等到长大的时候，因为长大一点就去嘛，他说，哎、欸，那个，哎、欸，这个多少钱？200块。这个多少钱？300块。你知道一个纸做的东西要200-300块。可是里面是灯啊，里面那个灯又没差，只是个。它那个灯是只是个火，外面那个造型用火把它那个照出来而已，灯泡吧，对，电的、有些是好像是火蜡烛，蜡烛太夸张了，不，小时候有些是有火啊，有些是有火而已。你知道它就是把那个影像照出来而已，你知道吗？一个要200-300块，你知道吗？以前一定是你爸爸买给你，所以你不觉得痛，现在自己买了觉得痛嘛，对，好痛好痛。但你有没有换个角度想，他一年才赚你一次啊？哎、欸，有道理。他一年才赚你一次，那平常你买灯笼，你会跟他买啊？哎、欸，有道理吼。他一年才赚你一次啊，还不够、喔。真的是有够黑心。他想要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吗？国栋看这边，给你一个笑脸。哎、欸，会不会国栋来主持就收视率反而比较高啊？有可能。20000多你幾？哎、欸，有人说我卸妆不知道会不会吓到多少，我真的想直接卸妆给他们看。拜托。我们真的不介意了，下一趴等一下休息的时候，节目中断线，节目中断线，废了，没有什么直播卸妆，我是真的没在怕，我妆前妆后是没在怕，我不相信，应该算了，开玩笑，好了 ，OK 了，干嘛那么硬？没有，那你到底要不要卸？可以啊，好，那这边中断，那大家要抖内，等等中断，大家都来拼一下，可以啊，大家中断的，那如果我卸妆，化妆又不正，卸哇，大家都叫我卸妆，哎，死定了。快卸！不是，怎么会有人这么傻的直接讲这种话呢？莫非大家不会太认真、啊？不会啦，没关系啊，反正你也不怕啊。刚刚制作人跟我讲说，这是很轻松的，很轻松的、啊。可是很逼我、欸，没有卸，没有，我们现在没有逼你要不要卸啊？我们很轻松，观众没有，都你自己挖的、欸。对，观众现在希望你卸嘛，对不对？那我们两个也希望你卸嘛。那要不要卸是你的事嘛。然后你又说，我没在怕的，哇，这自己。洞有观众丢个洞，你自己跳进去，真的？哎、欸，怎么办？你自己干嘛？有一个无形的压力圈，掉洞，好奇怪、啊。那如果我真的卸了，就是我可以下次再来看你吗？我跟你说，我直接加满通告费用。好。我要是真的卸的话，加满50块了，好不好？50块可以了。好，可以。哎、欸，话说我行啊。话说你是音乐天团，那你们是有团体吗？哎、欸，就是我们是几个大学生组成的。OK， 所以也是个团体，比较年轻的节目。话说上面好像没有写，你就是负责唱歌的嘛？主持啊，唱歌啊。啊，就是负责唱歌的。对，唱歌。哎、欸，我们旁边有一个负责唱歌的、欸。真假的？我们旁边也是。哎、欸，来那个 Q 一下。很强，是不是？不要再 Q 了，你一定没有听过他唱的歌，唱跳俱佳，欸、唱跳歌手、啊。你的名字改了，你会不会觉得开心？他改了，改了。傻屌包弟啊！那可以来上我们节目，我若很强的话。哎、欸，那个基隆东的那个歌曲，不要再放了，让我们曼蒂看一下唱跳歌手啊。想看呢、欸，我想看。我今天搬的这么新潮，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弄？等一下看那 MV， 小毛毛，哇塞，我的妈呀！什么？真的是万众瞩目。你看那个 MV 斥资超100万，你还要学生天团的一个团，他不用他一个人就一个人一个人打，一个人是一个团的概念。你看他的歌声，真的是会直接有影片可以看吗？还是什么？有影片。这个 MV 是我们麦卡贝亲手制作、啊，真的假的？哎、欸，赶快！哎、欸，怎么没有画面呢？现在一去要找啊，是不是还要找？我 Q 的太临时了，是不是？我老实说，这个 MV
帅。哦，这哦，我知道，这 MV 你在那边那个打裆裤最下面要翻出来。过气的，你知道吗？这 MV 要从他们那打裆裤，打裆裤没翻出来。哇塞！不要再放了，我怎么受得了啊？下一题什么？下一题是什么？没有下一题啦。要不要放？后面都是后面都是我在掰啦，那个题目只有五六题而已，后面都是我在掰啦。还是那个人哇，基隆艺人天团，有人说你是艺人天团。对啊，艺人天团。鬼东西。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个问题。嗯，什么问题？因为那个 MV 的档案实在是压太下面，所以你用 YouTube 找。好，你帮我找，你帮我找，你帮我找一下。YouTube 不是比较快吗？那不是 YouTube， 不要找了啦，这是下一题。你要找，我很想看，很想看，我们都很想回味你那个风采。可是我在那卸妆，有东西可以让我卸，你们有东西可以卸妆吗？没有啊，怎么会有？怎么会有？我是真的可以卸哦，我那。证明给大家看，其实也不用怎么卸吧，就卸妆卸妆那个卸妆纸就好。你有洗面乳吗？你要洗面乳，啊、你要洗面乳是不是特别的？它里面都是装那个，不用要油啊，或洗婴儿。不是啊，就卸妆卸妆那个就可以了、啊。可是也没有那个 seven 那个哦，对啊 ，seven 那种对啊，可以帮我打激光灯吗、嗯？没有，你先去帮我买卸妆油。好，可以，我一包一包40块，我常买一下，现在帮我买一包。对啊，对啊，为什么没有字啊？有啊，上面啊。现在出现的是鸡的那个鸡。机器的机哇，自动动，不是？哎，有，喜多音乐，不要再放了，我怎么？你看仔细哦，耗资上百万哦，好好，随便就比我精致，真的。前面还有个那 mark， 噔噔噔噔，跳动画，哈哈哈，你怎么会穿那样？我怎么知道？人家叫我穿，我就穿了。我手很灵巧，掌握我的全部的招式还有技巧，你别在我的地盘里面耍宝，轻功都在乱搞，防守乱七八糟。哇，饶舌哎，是饶舌馆哎。我都不知道，因为太……你看你隔壁那个还会唱才屌嘞。别装，保和平我不会说 no。现在七点 all night long， 管他几点钟，七隆咚，游戏是我的天空，快来接你，然后就在其中。结局只有一种。哎，你的手势很贵。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好痛苦啊！玩家能够称霸。六。就是这种。哎呀，好，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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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帅帅，好，够了，够了，够了，帅了一波了，帅一波。欸、可是我真的、欸、不知道我，哎、欸，我跟他都一样，我们结婚生小孩，你知道吗？我知道。对，我真的。可是不是今天那个题目是问说，如果重新选伴侣，会选择谁？你说我们吗？对啊。真的。他有问。你白羊，他原本想要跳过，但他不敢回答这题的啦。Sandy 吗？还是你敢回答这题吗？啊？如果重新再给你选一次伴侣，你会选择谁？有差吗？啊不 啊，怎么这个私底下再聊。有差吗？这样代表是说都选同一个人的意思吧？不，我这样子，我大家觉得我很 gay 神，可是我必须要老实讲，对不对？哦。你觉得说全世界，假如说60亿人嘛，那假设说我们假设说100/100，当然不会刚好一半。我们假设说30亿男的、30亿女的，嗯、你敢保证说这30亿的女生，这个你就是最喜欢她？剩下29,999,999,999个人，你都不喜欢？哎、欸，你这个问题我可以马上回答你。虽然这地方可能有60亿人口，然后可能如果是31是女人，31是男生，重点是你的人生之中没有办法遇到这么多的人。不，重点是你有可能遇到啊。那你只能就算好，总共有60亿人口，你在你的人生之中，包括未来的可能20年啊，不止啊，可能50年以内，你能认识的人是算的次数，可能也顶多在汉光上1000个好了，好不好？啊，那1000个里面，你会最喜欢？你会说你最喜欢你老婆吗？我会。那哇塞！现在要结婚了，你难道你不会说最喜欢你老婆吗？啊，你现在你觉得人生之中还有可能找到比你老婆更喜欢的人吗？当然有可能啊，可我现在最喜欢我。好，如果真的没有003的话，你会假设没有003的出现，你觉得你会选择的人，现在可以给你另外选择的伴侣，任意挑选。老天爷，小叮当口袋拿出一个那个什么爱情米糕，吃下去之后，你看到那个人说、欸、爱我，他就会爱你，你会选哪一个？我你知道现实的还是都可以吧？就是你现在吃了爱情米糕吃下去，你只要对着那女人说爱我，她就会爱你。因为我今天才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鹅教师啊，不是很重要。就是一个什么教师的，那你会选谁？假如说现实的话，我应该会选姓林的那个。姓林？林很有名的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小林吗？
字，那个字什么的，字什么的哦，零差零是不是？我觉得他年轻的，因为我记得他红的时候好像三十，已经三十多了嘛，因为他红的时候三十出了。哇，现在真的还是真的是叫做低迷。那好，现在小云江只有两个米糕，一个是你吃爱情米糕之后对他说爱你，零差零就爱你；，第二个吃下去之后吃了你就会被严惩严差序的样子。你要吃严差序才知道是爱你，那还是吃严差序啊？那下一个例子，当变成严差序了，那个还不是信手拈来，对不对？那如果现在小叮当用现在我用从口袋里面拿出爱情米糕吃下去，给你选择对那个男的说爱我，他就爱我，你会选择哪一个？彭叉燕，我选不出来、欸。余叉乐、谢叉峰，谢叉峰你可能这个年纪不知道。谢叉峰不太。谢霆锋你不喜欢？不会啊，我觉得还蛮帅的啊。我也很喜欢谢霆锋，我觉得霆锋。啊，不过我觉得他最近打算煮菜是不是？那就煮菜。啊、哦，他在煮菜。十二道风味。对，你现在吃那个爱情米糕，你会选择对哪一个人说爱我？那可以选择，国栋吗？你不用吃，你现在就可以跟他讲，他就会爱你了。你不要，你不用吃啊！讲个那么奇怪的话。好吧，因为我真的对，好像都还好嘞，真的。你没有外表特别喜欢的吗？我比较容易被才华吸引。才华吧，才华是才华，才华，才华。那我们平常讲话走音了，平常说。我们大家虽然说，就是很多人都访问，就是访问，比如说那些女艺人或者是男的，都说，你们对你们另一半有什么要求？他们通常都会说，通常啊，善良、幽默感，谁要啊？幽默感很重要。然后，那幽默感真的蛮重要的啊。真的哦。那你真的国栋，你可以考虑看看。我个人觉得蛮幽默的。这样每天才会开心。我个人觉得蛮幽默的啊。我看女生好像还好，女生对外表真的不是那么没有很在意。那不然你怎么会结婚？不是、啊。不是、啊、我怎么会结婚啊？不然我怎么会结婚？对啊，我怎么会结婚？话说你是情人节，那你情人节打算怎么度过？我就想啊，我要开直播做巧克力啊。我知道，那季隆东呢？不知道啊，反正就是会有一个计划就对了。会吗？结婚之后好像真的没有了，没结婚之前还会出去玩，然后送送东西。结婚之后就没有，而且他生日跟结婚很近，而且以前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前几年的那个情人节刚好那跟过年有几乎嘎到，跌到。省了一笔，我们反正都过年都要出去玩了，哪有差、啊？哦，直接带出去玩。现在就不太行了，对。OK 啦，反正就是下一周是情人节了，那这周是元宵节啊，大家有什么活动就自己去吧，因为反正我都是没活动。要啊要是。真的，结婚以后就已经心死了。那、啊、你至少你那天不要偷吃蛤蜊吧，蛤蜊给人家吃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把干嘛啦？你知道情人节把人家蛤蜊留给人家吧？蛤蜊又不贵、欸。有人说再生三胞胎。三你个头，还要钱养啊？话说你现在那个第二胎是什么时候？预产期是六月初。哦，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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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直接叫我慢扫因为我刚打国栋，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你可以考虑完蛋了、啊，你不要管他们、啊。那他要先来。你不要管他们、啊，我们那个游戏节奏，但现在已经有很多觉得我们很闷的，就说我们要赶快跑下节奏，好。那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新闻时事。那我是主持人统神。那在我身边的第一位是，你现在念书吗？我刚毕业。刚毕业，什么学校？几年制？艺术大学，台北艺术大学。哦，台啊，台北系。那你在台北艺术大学这个感觉，这个知识非常丰富。你以前是不是念？是不是最擅长的就是我们这个历史？历史吗？感觉很像。要听听。你知道我以前那个，你知道我以前遇到很多那个女同学，他们就是因为你知道女生有一些人呢、数学就比较不好，你知道吗？通常是这样。然后对，通常这样子，有一些啦，通常也没有，也有一些很好啊，但是有些女生那个数学不好啊。然后我以前念高中有个朋友，他就说我有要当历史老师，我就觉得说奇怪，怎么会有人想要当历史？因为历史是比较就是。叫做比较冷门嘛，以后是要去埃及考古什么，我想选个历史老师，就忽然想到说，我妈是地理老师，因为我妈是地理老师，然后有一天我就回家，问她说，你为什么想当地理老师啊？她说，我妈就说，没有啊，以前我刚下来的时候是教英文的、啊，那不知道为什么教变教地理的。怎么会这样？就不知道、啊，那个年代是这样吧？都教，所以老师那老师一分配下来就是。他就是觉得说，应该是你要问他妈来做老师，他说妈不做老师。他说那时候就是你一下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教那个像我爸教理化，对不对？他顺便教军训，然后还顺便国中以前这样子，然后国中那个还顺便教体育什么的。体育老师。对，顺便教体育，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就是我
反正就是这个社会就这样子，就是没办法。好了，那我们这边啊 ，David 喜欢这个台北艺术大学的这个曼蒂，对，曼蒂。为什么叫曼蒂啊？因为 Mandy 啊 ，Mandy。曼蒂就直接翻译过来的，对，直译。好。那就叫 Mandy 就好了，干嘛要？叫 Mandy 的人很多哎、欸，没道理，很多有一个艺人也叫 Mandy， 身材很好。真的？谁啊？是 Mandy 啊？是旧的人吗？旧的有一个偶像剧吧，我记得，对不 对, 對？那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大家记得曼蒂。好，那我们得魏曼，那接啊，魏曼，魏曼，漂亮。接出过单曲的，接麦卡贝的，接当红的艺人啊，接。鸡郎当，鸡郎当啦，鸡郎当是什么？我要说你基隆会讲错，鸡郎当，可恶！台语不好、哦，我台语不好啊，真假？嗯，什么我台语不好？你台语好吗？我，我今麦开始，我们大家拢讲台，后来讲台语，安尼好不？好不？今麦你拢讲台语，好啊，好啊，来来，我台语嘛无讲真好，因为最近无讲嘛。你要讲吗？第一个是这川普甲习近平。哎，通电话啊！这通电话，通电话。通电话。不要分南北，有人说北部台语。龙门讲咧，川普啊强调要坚持一中啊，一中。啊，这中国的报道讲，中国的国家主席的习近平，甲伊美国总统川普的电话里内面讲，习近平感谢伊川普的信函中的。就好啊！啊，川普讲，美中的高层保持的高，沟通台怎么说啊？恭维，非常重要啊！两国的元首也爱非常的重要啊！好，期待些、那個。完蛋了！完蛋了！有点像广东话。啊！哦，今麦不行啦，啊、这样节目阿姨就讲，没，你嘛爱讲，但伊今麦你这为了这个问题，你有啥物看法？你讲，对，你有啥物看法？嘿，这个问题你讲有啥物看法？美国甲中国安尼两个人讲话，讲话哦，你讲有啥物看法？安尼我袂晓讲话，无要紧啊，安尼和你讲可以好啦，可以。安尼讲啊，好，安尼伊讲，川普强调坚持一中啦，啊，你坚持一中无？你有坚持一中无？我爱台湾，爱台湾。啊，你有坚持一中无？无啊，一中是一个中国。无，卖外。外。外。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嘿。哦，未歹。我要去大陆发展的啦。那网友主持人，你敢有支持一中无？你敢有支持？当然嘛是支持啊！一个中，一中就是中，一个一中就是一个中，一个中啊，啊中就是中华民国啊，咱大家拢是中华民国的人啊。我嘛安尼想啊，一个中本中华民国啊，我是都有啥物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啥物人？蔡英文啊！蔡英文啊！蔡英文啊！对啊，蔡英文啊！总统啊！好啊！啊，无啦无啦无啦。登山你下次不要再放那种有争议性的问题好不好？下一题了呀，很敏感呢，很敏感。麦高山茶吗？麦高山茶。我的阿力森，没有叫，我都叫麦当劳的，不喝茶啦，我都叫麦当劳的。好了，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新闻。你夹到我的手，负违规拘售点，关窗夹紧。这个我看到，这个我在那个 PT 有看到的新闻，我看这边有没有？这个新闻很好笑。什么了？什么新闻？就是哦，这里有好。你夹到我的手。对，来。老公，你已经夹到我的手了。你这么开窗，我就扑出去。怎么说驾驶都不开窗，远景只好拿出警棍。你要抓紧这边。救命啊！救命啊！后面那个扩张数据。你夹到我的手了，下来。下来，你现在已经妨碍公务了。你怎么这样？这有点像之前那个。不要动我！那个，好可怕！瞎扯，远景是骗子。女驾驶情绪失控，不断歇斯底里大叫，直到被拉出来后改口认错。六号下午，这名妇人开车
车行经台中市大墩路和大墩十八街口，违规逆向被警方拦下，但他不停车，又往前开了一个路口，被警察拦下来。车窗开小缝和远景对话，却突然关窗夹住远景的手，警察好说歹说，他却都不开窗。小姐，你夹到我的手了，请你开窗。好，先下来，开窗好不好？请你开窗，小姐。请你开窗。破窗时，远景的手受到轻伤，急迫气了，将车窗打破。那在打破的时候，那个右手手腕部分不小心的被割了一波伤。警方调查，家人打破了自己被割伤哦，就是怕被开单才会拒绝停车受检，结果反而被依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法办，付出更大代价。你们没有开车的人都不懂。TVB 新闻，我真的很讨厌三宝。我很讨厌三宝啊！是哦，你不讨厌吗？啊，不会啊！我真的很讨厌，我也不讨厌。我开车不能讲，因为有些三宝真的很夸你知道他逆向哎、欸，那、啊、逆向就逆向啊！你原本走路走走的正向，他逆向撞你，不是很白痴吗？哦，你从出生到现在，你没有被开过罚单过，别胡乱我了。对啊，但你有没有超速过？你老实跟我讲，有。你超速过？你有超速过吗？有。那你有没有闯红灯过？人吗？不是，对啊，就是闯红灯啊，他是逆向哎、欸，差不多啦。那你看，你看这个路口，你看这个路口那么小的路口，他是双向道逆向哎、欸。哦，我摩托车有时候有逆向啊。他，我还有看过更扯三宝，还有摩托车骑上高速公路，又不是高速公路逆向。我之前我妈那开车载我，我看到有人在高速公路逆向，然后啊，他开路肩，我说。车在这种跟我们开方向不太一样，他是不是走错 啊？走错，他没有，因为你高速公路，你只要走错的话，你就没有退路了，你就下了交流道下啊，对，就只能下了。不然那都真的有人就像他讲的，就是真的是逆向回去，要他要回那个交流道头。我操，你神经病哦、喔！傻眼呢。难免。哦，这个警察也是很拼命哎、欸，把一个那个手都弄破哎、欸。不是，可我觉得他也没必要。我觉得这警察他左手都被夹到，没有啦。那个，我跟你讲，那个现在的这种车窗都有安全机制的，碰到东西，只要有东西碰触的话，不可能把你夹的，就不会再动了，你知道吗？车窗不是很慢吗？他就算夹到最上面，应该也不会。其实他应该抽了起来，但是警察应该是想要他开窗。没有，我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他拒测嘛，对不对？那你就。哎，和平的讲嘛啊，和平讲，因为那个富人你可能有点紧张，因为逆向被抓嘛，对不对？他一定讲很久才会敲窗户的，怎么可能？可我觉得也不到敲窗户这种地步吧。他一定敲很久，他一定讲很久。你是警察，你一定不可能每次就直接敲到窗户。他都已经告诉你夹到我的时候，你夹到他，包括那影片，我觉得讲蛮有一阵子的。不可以啊，可是你刚没看到那个女的完全不知道讲什么哎、欸。可是要是我是警察的话，我就直接把手抽出来就好了，他就走了，他就开走了。啊！有人讲说那个很痛，不会开走好不好？哪敢开走？他就是不，他就是拒绝临检，他不给他，他不开门啊，他不开门也不开窗，啊，怎么办？罚钱啊，然后就走了。过于急迫也蛮，他就走了。你知道开单要开那个人单，不能开车子的单，车子不是他的怎么办？有道理哈，不是有道理是真的、啊。我今天开我爸的车啊，我是我做错事，难道你开我爸的车的单吗？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不是叫临检，你不能拒测啊，你一定要下来啊。可那很多人都拒测啊，拒测什么？又不是这酒测来拒测、啊。很多人也都拒测，就是临检，然后他们就开始逃窜啊。追啊追啊，对，你就还是把他拦下来啊。他不是在拦的吗？啊、他被拦下，他没动，你怎么可以把他窗户弄掉？你拒测，他可以拿枪开你的那个轮胎呢。我看过，就是、他不是有人不是要临检，他跑走，不要动，不要动。然后上次还有一个新闻，我觉得那个也蛮好笑的，就是。他被警察临检，然后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开枪啊！听完原本那个警察没有开枪、哦，他就叫他不要动，他就叫他不要动哦，我要开枪哦，不要动哦。警察说，那个人就说开枪啊，那个警察一定要、欸、开枪好，哎、欸，他叫我开，然后就开枪，那么夸张？是美国的吧？台湾真的，台湾笑翻了，他就说开枪啊，然后那警察就真的开，卡差诺狂新闻。那最后开到哪里？脚啊，他怎么可能打你的头？哦、他就在那边，因为那个开脚、那個、来啊，开枪啊，开！他就往前走，警察想说不要过来、啊，开枪！哎、欸，太好了，叫我开啪！你看到这种要求了啊？然后他就开始喊痛，是不是很痛很痛？怎么真的开枪？打我啊，笨蛋！你的方糖剂是不是？方糖剂，我看那个新闻都笑翻了，笑死了！哇，可我觉得他好像他窗户弄掉，然后脏到自己的手，也太夸张了吧？嗯。他那手整个包全，比较倒霉。那我是觉得女的，那个窗户要多少钱啊？我们那个专业驾驶机龙东，我敲过，你知道吗？我玻璃都换过。那个窗户要多少钱？
右边的比较贵，1000多吧？为什么右边比较贵？两边不是一样的吗？旁边有个小的，小的才800块，还是小的，有一个小颗最旁边那个角，最小的三角的位置。在后面。副驾驶后面旁边有一个三角的小三角窗。那它是正驾驶旁边那个大的、欸。主驾驶前面的好像就那个大的2000多，2000多哦，好贵，2000多。那你觉得你要是你是你觉得这个情况下你是律师的话，那个女的叫你说要帮她求偿的话，你怎么办？怎么求啊？你据零件，她有公权力可以强制执行啊。真的假的？强制到把我的窗户给拆掉了？台湾就还好吧，美国不是更夸张？不会吧？美国不是更夸张？他直接可以射你，没有那么夸张，怎么直接射你？男的都直接射你，他当然叫你下车受检而已。没有没有，你看过那个美国的影片，那个美国警察超凶的，超凶，他是直接敲你的，真的。我看那影片是真的，影片是美国警察直接 NYPD 可以直接扁人吗？可以，我不知道，应该不能扁人吧？我是有看过说。因为那个美国警察，因为美国人有些现在枪支合法嘛，对不对？他就有的时候你撤，那你就出来的话，他就是拿枪说废什么什么，然后趴在那边趴着。然后你有些人是趴的嘛，有些人是趴在地上，有些人是趴在那个车上，那有些人是爆头嘛，对不对？你问这个问题，就像是那个警察叫他不要动，不要那个叫他不要动，那个人说开枪啊，警察射他可以，警察可以射吗？我觉得不行啊，他叫他开枪他请他开枪，不是？我觉得真的不行啊！为什么不行？我是觉得很好笑，可我觉得不行啊！可以啊，他而且他往前走，那男的往前走，他也没有威胁到你啊！就是警察就觉得美国的话不太确定了，美国是一定射的，台湾能不能射我不知道，反正台湾的警察是射的，台湾警察是射的，是最近的新闻吗？最近的哦，那可能之后还有一些争议。好了，那我们来最近真的很好笑，超好笑。那我们看这个第三个新闻。电竞替代役顺利设立关键。唐凤感谢专业五楼。专业五楼，我也不懂哎。你有没有看到这新闻？专业五楼是那个 PDD 梗吗？五楼怎么样？对，五楼。五楼怎么了？就是他们有个梗，就是留言最上面沙发。你想问五楼为什么是五楼是专业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 PDD 梗啊，就是五楼什么意见，然后五楼都是最中肯的、啊。好，不是很重要。我们看这新闻。文化部日前正式公告啊，这个直接看这新闻好了。文化部日前正式电竞替代役，让许多生涯多死于25下以下的电竞选手可以不因兵役中断职业生涯。然后就是，谢谢各个版。看一下，如果当初有电竞替代役的话，你会乖乖当兵吗？放假、啊？等我先看下这新闻。你刚刚不是有看吗？有吗？五楼梗早就被用了。这个没有那个，这个没有那个，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 PT 看的时候，他有一些要求，就是需要是职业的比赛，然后需要每年有50个赛事。嗯、第一个是什么？有什么电竞奥运要承认？可是现在好像还没有承认嘛，奥运还没承认嘛。但我比较觉得，我记得最屌是一个游戏，那个游戏要超过2年才能算。你玩那个游戏要有过2年。哦，对。新游戏不行。对，新游戏不行。然后说你一年要有50个官方承认的赛事，然后很多人都在酸说，这个全世界不是只有 LOL 才有这个规模吗？就是其他好像都没有这个规模。50个哎、欸。啊、对啊，官方承认，快打也才大概二十几个吧，二十几个。对啊，50个太夸张了，他一年要打多少个比赛啊？这感觉好像是为那个 LOL 这个专属的电竞选手，可是我觉得平常心说，他设立这个，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电竞选手你也说真的，就是比如说我进去赚4个月6个月好了，我进去那几个月没有打，真的手感差很多啊，我相信啊，对啊，一下就被淘汰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差、啊，其实你觉得他这个替代怎么样子？是去那边拿着打电动吗？好爽哦。是吗？蛮爽的感觉。因为我还不清楚这个替代役，它这个整个那个内容是怎样。有例行赛游戏的才有，有人这样讲。没有啦，就是整个要五十个比赛嘛。没有，那你等于是他，你也是职业选手了，需要出国比赛了，那等于是有出国的时候，你才要跟人。快打有啦，一周一场，哪有啊？官方承认的、欸，对啊，官方承认的、欸，一周一场，一周。那我直接每天都办比赛就好了。没有他，因为什么我会说没有？是因为你要卡普空才是官方嘛。对啊，那卡普空官方的话就要他二十几场而已嘛，不一定要白金赛。对他连其他 ranking 什么赛，什么屁股赛加在一起，顶多20行当顶多了。白金赛有二十几个吧，我记得。白金没有二十几，白金赛你一个月一个啊，個是不是12个？啊其他中间也不是白金赛的，我也算进去啊，那也不过才20几个，这样好惨哦。
好，我看一下，很多哎，其实你女儿要直接飞多少国家？三日对外公告截止日期为24日，希望有更多电竞选手服役，建立这场电竞产业，希望社会能用正面态度看电竞，这个真的有点扯。还蛮酷的哎、欸，对啊，因为我自己是已经过了那年龄了，要至少25岁以下嘛，我就觉得说25岁以下真的还蛮缺那个时间的。但是其实，但我觉得他，我很不喜欢他这样子只受限于某几个游戏。他其实不要说那受限，我跟你打赌，他那个严格度一定超高的，那个一定等于是打 low 的某些职业选手才会过。对啊，我们都不行。你只要一般，他一定是只有比如说某某战队看到他是世界要比赛，他代表台湾要出赛，他才有可能当电竞选手那个替代役。哦，懂你意思了。不然他干嘛官方20几个比赛？你又不打那个比赛，你又不打那20几个比赛，你又不是战队的人，对，你又不是主力啊，对，有道理。你钻塔水的，难道你可以当电竞替代役吗？哎，不行，那20个很重要，我是里面那一个团员，我要去钻塔水。哎，有道理，神经病，看他不会让你过嘞。啊，好好、哦，算了，就过了。哎，话说他这边也写，与电竞相关的台湾线上玩家大约有200人，13岁到65岁，200万啊，哦，200万，13岁到65岁的人口有745万人是游戏玩家，哇，有那么多吗？可我有些朋友也是不玩游戏的、欸，很早啊，他不玩 low 而已，他玩别的吧？不是，他就是看那个什么影集啊，像我老婆那边的人，他们都不玩游戏，女生不玩，反正男生也都不玩啊。几岁啊？都30几啊。那他们在看影集，他们家都看电影什么的。30几岁的话，可能就是以前会玩，你现在不玩了啊。那、哦、这样算游戏玩家吗？可能也不算吧，就不算了，好吧。因为我在想说，感觉十三岁是小一耶，这样不太好啊。十三岁是国一耶。啊，国一，你是不是整我？我这边有点昏头了。哎、欸，国一就开始进入那个游戏玩家哎，可是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是从小玩到大的，然后我发现说。打什么游戏？不管不，我知道 game 就好了。哦，那可能要5、6岁就开始打了。5、6岁哦，不管什么游戏哦，就是只要是电。我记得5、6岁，我爸就有给我买那个 Sega， 差不多。然后我就开始在玩。我小一，我去，因为那时候是外面的那个电动街，我小一、啊。你小一就去？那你有没有什么怪叔叔？哎、欸，东东，你叔叔有棒棒糖，你来舔一下。没有，那我们家邻居附近开的。棒棒糖会变大，那。那我们家附近邻居很近，都很熟的邻居的，对，但是我们家人还是不希望我去嘛，但我还是偷偷去，他每天就被奶奶抓回来，他又偷偷去就被抓回来。小一到底还不能去那种地方的吗？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严格，没有啦，没有。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去啊，好像忘了哪里，反正是现在好像倒闭，反正是我之前去二楼，然后我在玩那个三国志，就是那种闯关的那三国志。三国战记，那时候没有上台，三国志、哦、就是、哦、就5个角色那个。哦，我知道。然后旁边对，然后旁边的那个小屁孩，大概5、6岁就觉得5、6岁，好香哦！我正在说什么，就是那个张飞可以蝴蝶摔抓人的。他说：“我以前小学小时候还被骗，你知道骗什么吗？好，我朋友就一直跟我说，因为张飞不是用那个蝴蝶摔，按了之后不是用蝴蝶摔，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蝴蝶摔吗？他不是一般的是直接抓头嘛，他还有蝴蝶摔，就还骗我说没有张飞的摔就是蝴蝶摔啊。好，不管嘛，关羽才是那个呜啊那种嘛，对不对？对，我朋友就跟我说，哇，关羽也有蝴蝶摔，而且关羽的蝴蝶摔被带火焰，我还去被他那叫千秘技，我被他骗了一年，真的哦，太骗人了。那游戏好像只有两个秘技哦。”就在火关那一关可以拿那个火箭，然后最后、哦、你会吗？然后最后一关上面那边两把刀，就这样好啦。OK 啦，那我们今天聊的也差不多。哎、欸，如果当初有电竞替代的话，好像你就能会乖乖当兵吗？什么意思？我们一直都很想要当兵，是国家不要我们。我真的。没有，就弄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是国家不要我们。我只能说，我那个时候我有当兵，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没有当兵，其实我有，我当了兵。然后我只是很可惜，就是国家对于我对就不要，我也很伤心。的要求比较高一点，这个我没办法达到国家的要求。我记得威力也不用当吧？什么叫我不用当兵？你也是国家不要的，国家不要我也是有那张纸啊。啊，也是有张纸，大家都有张纸。几天？零天，没有，没有，他就是直接就免疫啦那种啊。你很夸张哎，国家完全不要你哎，完全不要。我还希望国家直接不要我嘞，我他妈的从到台中，从台中都他妈回来。那至少你当过一天啊。对，哎、欸，我当时跟各位讲，我有当过兵的，对不对？我有当过的，我其实是有当过的，是有当过。好了，下一个话题我要屁话，我有替国家出力的。好，下一题。哎，要玩游戏了。那下一题，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隔音猜歌大赛。那隔音猜歌大赛，我们耳机只有一个耶。
没有，桌上有三个笔记。哪有？哦，那边有一个。哦，有了。所以是我们是，我们是曼蒂来唱歌嘛，对不对？曼蒂唱的是正确的歌曲，可是你们耳朵里面听到的是很吵杂的音乐。好，所以你要从很吵杂的音乐里面听到曼蒂唱的什么歌。好，只要抢答成功的人。有选择题吗？没有选择题，是用抢答的方式。所以等于听嘴型就对了。对。不是，我是帮他唱的歌，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听过。他不会唱他自己的歌，唱自己歌怎么可能猜得出来？可以有选择题啊，他没有选择啊。我说应该要有选择题的比较合理。就给东哥。来这个嘛，这个好，我觉得应该要选择题比较合理。不会啦，我觉得还蛮简单的。真的吗？如果猜不出来的话，真的是太少，真的是不行，真的是不行。没音乐啊！而且话说，我们前一次已经建议那制作单位要给我们两个，给我们耳塞的，都没有给我们耳塞，伤害我们的耳朵。你知道我那耳朵多少钱吗？哟、哦，好少。你放那么小声，他讲话我们都听得到。下来，好。现在生活比当兵困难，有人这样。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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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的耳机还没有音。等一下，怎么了？我想一件事情。哦，我们怎么看你？你要到前面去唱嘛，不然我们怎么看你唱嘴型？看这个啊。看那个。不要，我绕过来看你嘴巴比较实在。对啊。啊，不是看那个。哎，你放。那个啦，电音哦，哦不要这哦，吵吵吵吵吵吵吵，不，你不能到前面去唱吗？可以吧？可以，那個、我就到前面去唱，哎、欸，可让观众看不到啊？对啊，让观众看不到，看不到什么？看不到嘴型，看不到我的嘴型，这好麻烦哦。看不到嘴型，那他会直接唱，啊、他会唱出来。你直接唱，你直接唱，他唱出来又开始。我现在耳朵里面还没有歌。你们现在听得到声音吗？等一下，等一下，这怎么了？这首是头文字 D 的，是不是啊？那么吵啊，受不了哎、欸！这个是重金属，蛮好听的这首。我开始唱喽，我开始唱喽。这首歌已经来了。藏眼泪到心脏。开始了吗？开始了吗？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啊！我。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那个往事不会说谎，那个修炼爱情，修炼爱情是吗？是吗？对，答对了。哎呀，现在总是答对一题了，只要最快答对到三题的，你可以直接讲。他很明显，第一句啊，那超明显的。你们有听到吗？我不要说谎。你们有没有听到？听到什么？我唱的啊。没有，没有啊，只能听到，只能看嘴型的废话。好。欸、可是我觉得你那个我们抢答的时候，你就要停了。好，抢答的时候就停，啊、就抢答的时候我就 按的时候你就不要唱了，不要唱了，没有问题，拿中间一点，没关系没关系，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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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吵死了，赶快，要来了，前奏有点长。开始没了，还没啦，还在跑音乐。一阵风吹，一阵风完他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没有你以后，我灵魂失控，黑云在降落，我。被他牵着走，静静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边缘 ，baby， 我的世界已狂风暴雨。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我跟你讲，要不是因为他后面有狂风暴雨，那谁猜得到啊？所以你答案是龙卷风啊！我跟你讲。没有狂风暴雨那个四个嘴型，我看到暴风什么的。没有，狂风暴雨，没有那狂风暴雨根本猜不出来。我谁知道在唱什么？很简单呢、欸，那歌很简单。来，下一题喽。哦，这个、可以。Fall in love， 这前奏有点深。Anyone， don't waste away，
我们听同一首。所以，叹息该怎么走？先变手。我却只想回头。我追你再回。除了你给的伞，我再也没有背手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什么？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太明显了，偶尔胆怯，太明显了。我听到了，你说你讲啊，我先猜，这太明显了。我你这边呢？我只听到雨什么的，我听到太明显了，是那个背叛吗？好，不是，所以你这里你猜背叛对不对？对啊，我就不是，然后我再想一下。雨为什么？嗯、什么歌吧？你能体谅我的雨天，所以只能被你看见。但是你都了解。现在是2-1失败喽。好，听吧。此刻脚步，好，下一首，下一首。我突然，我在家吗？怎么了？吵死了！音乐真的很吵，是不是？哦，这首有点难。快歌，快歌，很明显是快歌。我手很灵巧，掌握了全部的招式，还有技巧。送给你的歌，风在吹着我，风在吹着我，悲哀。什么悲伤？你说要分手，失败的借口。分手备胎。因为怕被我甩，现在一直想要跟我掰。拜太突然了，拜拜你。悲伤，这首歌我没听过。一直想要搬到太麻利隔壁，不用再追随着谁对。回来吧，咱们一起。爱到了底，你进我退。怎么我睡？这首歌我没听过啦。喝醉，让我来背。女人的青春不能浪费，悲剧收场，只能一个人的狼狈。一个人的狼狈，没那么累。又不累，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不要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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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怎么吹到分手？怎么一个人狼狈？我跟你讲，这首歌我没听过，我也没听过、啊。但是他唱了四个字，那四个字我看得一清二楚。哪个？吹到分手，差不多这个意思。我也是跟你看到一样，我也是看到吹到分手，然后吹到分手就是摔到分手啊！好强哦！我只看到吹，我跟你看的一样，吹到分手，只有没有吹到分手。我嘴型。吹，我听，我看吹，我没听过，我没听过。你播一首，听看，我听看。你唱一遍，你唱一遍。你知道这谁唱的？你唱，我不知道。跟我长得有点像。哪一位？你等下看。有吗？有画面吗？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这是真走。他妈妈蛮有名，妈妈明星。Billy。是那个、最近那个什么都不必说，之前那个新那个吗？最近在那网络上好啦，就他、啊、那我不知道。Nick Joe， 我以为是那个最近跟他老婆有很多很多新闻的那个，不是啊、哦，不是那个，这是这场获胜的奖励哦，好好哦，太爽了吧！你很惊讶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新的企划，就是我只要在第二趴让你们玩游戏，然后第二趴游戏的奖励绝对会比第三趴。所以你要给我们选择题，那个歌都没听过，谁会啊？不是选择题就太简单了，你呢？没有，我也看。你这样子，我刚刚晚上不要吃太多。你哎，里面是不是有一句叫什么"一个人的悲伤"什么的？对，一个人的。我刚刚看到一个狼狈，而且狼狈。我刚刚看，我说，像我印象中的歌没有这句啊。鸡腿、超大牛排、鸡腿、牛排，我又没差，我不饿。哇，那今天宵夜什么？今天宵夜是。当归鸭面线，当归鸭面线，那我吃那个就好了，那给你吃。反正我不饿。那我可以，我有吗？有。我有吗？好好哦。你们节目都吃那么好哦。我发现你等一下也可以顺便赢，也可以顺便连当归鸭面线都赢来，他都没得吃。这牛肉是不是只有三分熟？有够红的。根本切不开，太夸张了。有够红的，这个每次都血水啊。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吃爽吗？
都给你吃啊，反正我不吃啊。为什么？你刚刚不是说想吃吗？啊、我吃那个当归压面线就好了。因为当归压面线是给国栋吃的、欸，我着重准备了。好、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统人知识王，我们有新的，因为哎、欸，我还要戴耳机吗？不用不用不用，因为那个很多人都说我们那个统人知识王。自己选题，然后什么都不太没有那个竞技性，就是说大家选自己擅长什么不好玩。没错，所以我们今天打算用那个抽奖的骰子的，对，合理。反正就是总共五大题嘛，所以一到五就那五大题嘛。那你假如说你选到六的话，那就是任选一大题，就你那家题可以自己选你的，然后还可以免费给你加一分。哦，所以就是甩到六就六起来，六起来，六起来。哎、欸，那个骰子呢？威力，骰子呢？给我。休息五分钟哦，好，休息五分钟，我马上回来。等下，等下，回来的时候，先不要动，我要看金东把这把人给我吃光。好，休息五分钟，干你！一定要吃完才能走啊！神经病。